由刘海珍、尹倾向主演的电影《词典》18日在首尔举行记者会。两人自从电影《少数意见》之后，已经是第二次合作，彼此也是充满默契了吧？从어디에서그그질문을한번하시길래제가드립커피같다라는그드립을날린적이있었는데요 한방울한방울그런시간그러니까한방울한방울모여서그지난커피가되듯이아마그개상씨하고는지금그런과정인것같아요그동지라는말이자꾸이렇게좀더와닿는것같아요그뜻을같이하는이제점점그렇게돼가고있는그동지개념이생기는듯합니다저한테는현장에서혜진이형님을보면서느낀거는참내가배우로서앞으로나아가는그지점에항상그곳에있는배우感觉两人关系很好呢而为了诠释角色尹启相也下了不少功夫처음에는시나리오를봤을때너무그냥재밌었어요그냥어이런일이있었어야이게대단한데왜아무도모르지뭐이런생각으로들어갔다가막상유정환의역할을하게됐는데너무어려운거예요 정말이렇게표현해야되지한신한신을진짜버거워하면서찍었던기억이납니다기대돼상인로